接的时候那个要接好，不要太快。部落文化工作者认真教导，希望抱部合应的各分部能够协调。莲爱乡布农族卓社群三个部落族人聚在一起练习，也展现出布农族团结的一面。我们希望能够在做这样的一个这个八部合应的练习的同时，也能够凝聚我们三个部落卓社群整个在整个向心力上面凝聚我们的那个族群的情感，利用这个机会来联络感情，也利用在比赛当中让大家来展现我们布农族的一个活力。要把三个部落族人聚在一起练唱八部合音，事实上难度非常高，练唱过程中也有不少趣味插曲，唱出来的那个感觉完全不同，所以产生了一些笑，可能笑点。出来，全国布农族运动会还有一项特别竞赛，就是热热棒球，规定要年满30岁以上的女性才可参加。推展这项运动主要精神是希望不同年龄层的族人都能够参与盛会。对我们全国布农族族人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推动等于是每一个年龄阶层都能够参与到不同的这个运动项目。莲爱乡的布农族卓社群分别是卡杜、法治以及万峰三个部落，为了参与全国布农族运动会，大家增加了多一点的时间相聚在一起，不少族人也因此凝聚向心力。原视新闻马杜卡拉邦南投仁爱采访报道。